唐爱玲去拜见那只猫。哎，阿姨你好。你好，你找谁？我是住您楼上。这个房子隔音太差了，你家猫夜里一叫我就睡不着觉。是啊，它最近呢正闹相思病呢。那您能让它别犯了吗？现在它还不太听我的，因为我刚刚把它抱来。它是个流浪猫，我看着可怜，我就收养它了。哎呀，我捡它那会儿吧，它呀饿的呀都快死了，瘦的皮包骨头，我要不收留它，它可能会饿死的。那您还是留着它吧，以后我要是有鱼骨头就拿来给它吃。那可太谢谢你了，有了它跟我作伴，我就不孤单了。要不我一个人在家，哎呀什么事都没有，也会憋闷死的呀。还是让它陪着你好。看它长得多可爱呀。哎呀，真对不住你呀，让他打扰你了。没事儿，那我走了，阿姨。哎哎哎，他叫什么？叫咪咪。咪咪咪咪，再见。再见，阿姨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对不住你啊。哎，没事。咪咪，咱回家啊，咱回家了啊。阿姨走了，咱回家。黎明朗还不如咪咪，一口吃的也找不着。一共八块六，你给八块吧。好。嗯，正好。好嘞。有功夫了啊。嗯。一个人呐，孤孤单单的。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真是可怜死了。就是。昨夜拉起拉加里哥拉耶，连我们家楼下小卖部的女老板都知道我独身，说我可怜死了。说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他以为结了婚就幸福啊？你说他是好心同情我吗？他是可怜你。那我可以带一个连的男人跑他那儿买东西去，姑奶奶众星捧月的时候，他怎么不长眼呢？你别毁了自己，你干嘛在乎他呀？你就是带着男人去，他照样有话柄。他说你作风不正派，没男人要你。我能饶了他吗？哎，你可以去超市买一大堆东西放冰箱里啊。可我懒得拎，不希望我们家的冰箱里全是方便食品，好像备战备荒似的，心情不好。那你就戴着耳机去买呀。快把永军带上，别扭头。他们俩怎么勾搭到一块去了？太恶心了。他们看见我们了吗？你问他们呢。怎么办呀？哎，他们是不是约好一块来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又不是鬼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我们打招呼嘛。啊，那我的形象呢？怎么样？我呢？你也不怎么样。没事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打招呼好吗？好吧。啊，一二三，嗨！嗨！嗨！原来是你们啊！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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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，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。刚才你在我旁边，我都没发现你。刚发现。你好。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要是在乒乓球馆，我们可以打混双了。待会儿打，待会儿打。嗨，你忘带游泳圈了？没事儿。苏小丽，黎明朗。啊，这是我女朋友陈飞。你好。我的老朋友唐爱玲。我们去游泳吧。哎，咱们去游吧。游游游游。啊，走走，我们先游去了啊。哎，待会儿见啊。哎。
风波过后，晚上谭爱玲和黎明朗心事重重地来帮我打包，我准备和郑凯分居，搬回我的住处。这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哎，明朗，那个灯我要带走，就那灯。交给班座了，扔。你笑什么？啊？我笑今天碰见他们简直是太滑稽了，一场闹剧，一点都不可笑，太狼狈了。怎么那么背呀？我是说碰见他们女朋友太滑稽了。哎，他们那两个女朋友很幽默吗？不但幽默，而且可爱。他们那么迅速的就另觅新欢了，我以为他们怎么着还不得怀念我们一两年啊？我现在还光棍一个呢。他们太对不起我们了。就是。哎，男人呀都这样，永远不会对感情一往情深的，更不会对女人执着。知道毛娜会怎么说吗？实际这不是男人的错，是女人自己太怀旧了，把已经过去的感情当利息一样，希望从中获利，没利息了就骂男人。其实对待感情本来就应该该出手就出手，该放手就放手。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不知道。其实不执着也没什么，关键是要独自反省一下自己，总结一下自己的错误。我也不执着。你饶了我吧，你还不执着？你对五月芳都执着死了。行，就算是吧。不过那已经是我的老黄历了。你表面上看挺放得开，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放开过。你总是不承认你们俩的关系已经灭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对他再一往情深了。他已经结婚两次了，我呢？这男人怎么放弃他喜欢的女人就跟丢烟头一样那么容易呢？刚明白呀你。没错，我眼瞎了。我刚发现，他们随手可以拎出一群女友，穿着泳衣，挺着小胸，像出水芙蓉一样，嘿，一起鸳鸯戏水，还过泼水节。也许我们对男人，就应该像他们对我们一样，不要那么认真就对了。你又自作多情，男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有错。为什么非要分成男人跟女人呢？亲爱的，你这是天问，你就上下求索吧。哎，女人所有的悲剧都是因为男人，如果不是因为男人，女人也就不会受到伤害，也不会失态，也不会失望，我们也用不着每天在这集体喋喋不休的声讨男人。我恨死男人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希望男人灭绝。夜很深了，我脑子停不下来，不断地纠缠在男人、女人、男女关系的问题当中。每个女人都能意识到幻灭是由于男人吗？还有更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，如果这本身不是男人的错呢？一个女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感情失败，但面对爱情仍旧执迷不悟。可能问题不在于现任男友，而在上上一次爱情的时候，就该善罢甘休。我爱死这件衣服了，怪不得你买不起房子，把钱都变成衣服了啊！我宁可住到衣服里。喂，我，你好吗？还好。说话方便吗？还行。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。我也挺好的。向你报平安。我也没有不放心啊。啊，那就好。你真的没事儿？
我离婚了，他走了。我知道。你不来看看我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来看看我，明天下午行吗？在哪儿？在我这儿吧。能换个地儿吗？来不及了，就这样，我等你，再见。谁的电话？邹一凡。好，五月峰，约我见面。是吗？你们又重新约会了？是见面，你都听见了，约我见面。是你约他吧？我说你怎么那么贱呢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？他已经离婚了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你有什么呢？你别跟我解释，以后我再也不管你的闲事儿了。用不着你管。没错，你让我们管他少吗？我只是见个面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唐爱琳，你长点记性好吗？你完全就是一个屡教不改贱骨头，你还想让他蹂躏完你再扔了吗？我又不是重归于好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可以跟他好，我又不让你来提醒我。好，我无话可说，但你以后别哭着来找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把你的朋友都一脚踢开，就像对马晓东那样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别人的毛病你一点都不能容忍，你太刻薄了，李明朗，太自以为是了。好，你怎么能说我贱骨头呢？你也太恶毒了吧，李明朗，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？受不了，我要说。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，唐爱琳和黎明朗第一次大动干戈。王府井就要到了 ，The next station is 王府井。他俩饭也没吃，都以为过一会儿对方会给自己发信息表示和解，但都没消息。谁也不肯放下自尊给对方打电话。黎明朗只好极不情愿地买速冻饺子充饥。阿星，哟，来了。啊，要一袋三鲜馅饺子，一包榨菜，一盒酸奶。哎，行。一共八块六，哎，你给八块吧。正好。哎，好嘞。谢谢，有空过来啊。谢谢。哎呀，真可怜，一个人死的屋里都没人知道。就是，他怎么连个对象都不找？面对闲言碎语，黎明朗怒火中烧，他决定制裁这些自以为是的女人。真可怜，一个人死的屋里都没人知道。说谁一人可怜呢？哟，你没听说吗？五号楼那瘦老头死在屋里了，他一人住。死了好几天才发现。是，哦，没听说啊。没听说。黎明朗明白了，不是别人有问题，是他自己有问题。黎明朗家外一直是事故多发地。在这儿，他有太多的回忆。我可不是故意在这碰见你的，我也不是故意从这经过的。咱俩见面挺自然的。买什么吃的了？速冻饺子。我还以为我们俩见面就不说话了呢。让你失望了。你最近好吗？不好。怎么了？刚刚和唐爱琳吵了一架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拿你之间那点破事儿吗？他五月峰，我你之类的。我一向自以为是，是吗？是。很不好吗？不好。
唐爱琳说我甩了你。哎，这不对啊，这是咱们之间的事儿，只有我们能说清楚，他们根本就闹不明白。那唐爱琳也说我甩了你，他说的肯定是气话。我是怕他受到伤害才说那么难听的话的。你冲他嚷嚷来着吧？是，就跟咱俩分手时候那样嚷嚷来着。你现任女友不跟你嚷嚷吗？是。你俩相处的挺好的。要不你上车来坐会儿。不了，我饿了，我回去煮饺子。我凭什么天天吃速冻饺子？我得吃大餐去。我打你车去。这就对了，你呀、啊。就该善待自己。我心绪难平，无法入睡。我的婚姻仿佛我即将离开的车厢，我就要下车了。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原谅我。才发现，爱情永远都处在时差当中，不是你早就是我晚，反正永远不同步。这也叫天涯共此时，谭爱琳也夜不成眠，她和黎明朗的争吵仿佛消化不良，让她气闷。她发现自己不但对异性关系固执，对同性关系照样固执。大自然是公平的，人有烦恼，动物也有烦恼。涛春，嗯，我想明白了，彻底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如果我真的爱你，假如当初你就是带个孩子、离了婚的女人，我也会爱你。为什么你要个试管婴儿，我就不能接受呢？郑凯。嗯。我不生孩子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。嗯。
郑恺一夜无眠。后来他对我说，他那夜看着我，就像看着受难的圣母。下午，唐爱玲正式以朋友的身份去赴五月峰的约。穿这么隆重干嘛呀？那你这么客气干嘛？是要粉刷房间啊？不是，我要走了，去美国。开玩笑吧，真的。什么时候走？今天晚上。是去玩还是去移民啊？常住。你为什么总是事到临头才告诉我？我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那我今天要是有事来不了，你就打算不辞而别了吗？好了，我没有理由再指责你了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开呢？我厌倦了这个城市，我的生活一塌糊涂。你可以学我呀，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，没必要非得离开。这个城市有你的生活，有你的朋友，还有你的艾琳。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：我们俩搞得这么糟糕，是不是因为我？那是什么？我真的很想知道原因。我就是觉得，像经历了一场战争。希望你以后能躲过战火。谁又躲得过去呢？我该走了。不送你了。
Just a perfect day. Drink sangria in the park. And then later, when it gets dark, we go home. Just a perfect day. Feed animals in the zoo. Then later, a movie too, and then home. Oh, it's such a perfect day. I'm glad I spent it with you. Oh, such a perfect day. You just keep me hanging on. 没什么别的事儿。就是请你别忘了见五月峰。见他没什么错，就是有一点，千万别太执着，千万别让他亲你，免得再受伤害。你听着了吗？已经亲过了啊！开玩笑。艾琳，那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帮你的。跟任何一个女人相爱都会如此，并不是单独针对她谭爱玲。咱们俩能重新开始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本来我想找一个留下来的理由。
唐爱玲一时无法断定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不是错了，但她已经明白犯错也是一个人的命运，没有错误就没这段爱情。好在一切都在变化当中，有人在你命运中消失，有人在你命运中出现。不管怎么说，在你生命中有人爱过你，那还是幸运的。我去给猫咪做手术，它就不叫了。毛娜的命运如同台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们一一扫荡。亲爱的谭、黎、陶，你们好。等看完这封信再声讨我，首先要冷静对待，用写信的方式跟你们联络，我比你们还觉得古怪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封信，第一封是高中时写给同桌的情书，再就是写给你们的这封。我现在在云南大理，我结婚了。我要崩溃了。这消息一定像个谣言，让你们无法相信。尤其是明朗，他一定要精神崩溃了。艾琳和陶春一定替我安抚安抚他。我到目前为止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已经结婚了。你们不要以为我故意瞒着你们结婚的，也不要以为我是受了什么刺激拿婚姻赌气，更不要以为我是无路可走了。你们猜的都不可能对，我只能说这就是命运。命运是无法预料的。我结婚那天心里平静极了，那么自然而然，像是早就该走这一步。以前的毛娜在那一天变得判若两人，我也不知道变化是在哪个瞬间产生的。我好像变成了陶春，说了半天还没说到新郎是谁呢。其实你们都知道，周海啸，一个开餐馆的小老板。他人很好，我认为我嫁他嫁对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很幸福。这种幸福是以前从没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得到过的。我很踏实，很宁静。回想过去，仿佛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我终于涉河而过，到达彼岸。请你们原谅我没预先告诉你们我结婚的决定和消息。你们当然是我最爱的亲人，没告诉你们是因为我想明白了婚姻。婚姻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，只与两个人相关。我不想打扰任何人，也不想任何人打扰我们两个人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还真心的祝愿艾琳和明朗你们能找到另一半，并且坚信你们一定能获得幸福，
陶春，你要懂得珍惜你的婚姻生活。郑凯真的不错。想想我们四个都太不容易了，历经了多少感情的磨练，我用玩世不恭的方法伪装和抵御内心对爱和幸福的渴望。艾琳，你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样，朝圣着爱和幸福。你对爱和幸福最执着，最实诚。明朗，你对爱和幸福刀子嘴豆腐心的做派，我最懂得。你害怕流露你的柔情，你怕这柔情被伤害，所以你张牙舞爪。其实你强硬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女人心，你脆弱敏感。想想以前我和明朗老是讽刺和打击陶春，真是于心不忍。我俩的真实用心是借陶春来打消自己对爱和幸福的眷恋，我俩怕自己不幸。我真为陶春感动，他像千里寻母一样寻到了幸福婚姻，她堪称百折不挠的女战士。陶春，我相信上帝会赐给你一个孩子的，无论这孩子是谁的，都是上帝的子孙。写了这么长，我刚刚发现我这么有文学才华，不知道我的信是不是打消了你们对我的义愤填膺。英子不会写，反正意思你们理解，我懒得查字典。也许你们还是无法接受我结婚的这个事实，我再交代几句。你们还记得我那个女友邝美山吧？她第四次结了婚，并且怀了孕，要生小宝宝了。我很震惊，也很触动。我想了很多。他最后对我说的几句话，我顿悟了。他说，一个女人再无法无天，她的法是男人，天也是男人，这是和宇宙一样无法更改的，你得安于这种至上的安排。他说的对，女人是男人应运而生的。另外，我觉得我老了，我玩不动了。我第一次那么渴望停靠在一个男人身上安身立命，不要别的，只要安稳健康，过平静的生活。我可能会定居在大理，咱们那座城市有太多我不愿回首的往事，但我会回去看望你们，跟那座城市真正的告别。祝我们都幸福吧。
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一辈子愤怒的是爱情，谩骂的是爱情，得意的是爱情，沮丧的还是爱情，一辈子就忙活爱情吗？你不要再跟我唠叨了，我受够了。别人没有义务承担你爱情的后果，这是你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。你爱一个人就是愿打愿挨，没有人逼你，你知道吗？敢做就要敢当。